富邦悍将先发投手陈宏文主投 7.2 局无失分，拿下单场最有价值球员。记者侯永泉摄影分享，富邦悍将队投手陈宏文今天对中信兄弟队先发 7.2 局只被挥出三支安打，未失分夺下本季首胜。悍将总教练叶军章用几乎完美形容他的表现，认为球速、控球、角度都有一定水准。叶军章本来设定陈宏文今天投80球，最后投了107球。他说陈宏文球数到了，坚持再投，和教练沟通后继续留在场上，考量对手未得分，才决定让他投下去。叶军章认为球季赛才刚开打，超过80球已经很冒险，没考虑让陈宏文完投。他从后援投手变成先发后，这场比赛的球速算是很快，最快147公里，但八局上也没什么力气了。陈宏文首次对决老东家，成为金控大战最大焦点。叶军章强调，赛前不适合对他说太多，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。叶总笑说，陈宏文今天先发是最佳选择，老天自有安排。